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嚟到 Green Middle Coco 教室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咧两个穴位咧，就会令大家瞓得好啲，同埋有助咧系咧去水肿，因为瞓得好咧冇咁容易咧水肿，同埋会增加翻个血循环。不过大家留意呢两个穴位咧，我会 recommend 咧就系早上嘅时间咧去按压会好啲，唔系嘅话咧就惊咧个人太精神啦，咁就系瞓唔着。同埋如果系有失眠嘅朋友咧，按其中一個穴位咧係會超痛嘅，咁就可以試下大家咧有冇呢一個咧失眠嘅問題，或者咧究竟瞓覺嘅時候係咪真係瞓到，定係一個假瞓啦？咁第一個咧就係百會穴啦，咁就係耳仔呢度啦，上到呢個中間呢個位置，咁其實你會 feel 到啲血咧會上嚟嘅添啊！咁呢個咧其實可以咧用一啲刮痧嘅儀器咧，咁或者梳咧，可以輕輕梳喺呢個位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第二個穴位咧就係風池，風池咧就喺頭呢一度啦，兩邊呢個位。咁如果瞓得唔好或者有失眠嘅問題咧，如果你係按落去咧，你會覺得超痛，同埋係會扯上腦噶。咁就可以睇下自己係咪有呢個問題，亦都係可以用一啲咧刮痧儀器咧去刮，自己幫自己刮，咁就唔使咧求人。咁其中咧，如果你覺得太或者是刮的時候覺得痛呢，其實一定要加一些油的。今天呢、這個油就很好，這個油呢非常之是貴價平用，它就是 La Pure 的新品，就是這個性感油物。它的成分呢就加入了這個甜丁香、香茅、金盞花和薰衣草，都幫助咧瞓覺同埋咧係舒緩情緒，同埋咧去水腫好好啊！加埋佢一齊刮咧，就會事半功倍嘅。咁尤其是瞓覺或者洗面嘅時候，朝頭早咧，我就中意咧就係攞兩三分啦。朝頭早嘅時間想提神啦，咁就按喺呢啲位置啦。記住咧，連條頸呢個位置咧都要按埋喎。咁啲油咧炒之後咧，就可以攞啲按摩器咧，或者你哋洗面嘅時候咧，就不斷可以刮下呢啲位置，同埋頸呢個通淋巴嘅位置咧，係好舒服，可以通走曬啲咧垃圾啊！咁去到呢個咧膊頭位置啦，咁同埋再加上可以落少少頭先嗰啲油咧，喺呢個頭頂嘅位置，又係咁樣刮下咧。其實是非常之舒服的，大家就可以試一下這個呢性感油物。性感油物其實還有其他 function 的，第一它可以搽髮尾，還有用在身體都很好，因為它是很快就被身體吸收了，可以做身體去這個去水腫和減肥的作用。另外可以拿來卸妝，尤其是眼妝比較重的朋友可以輕輕就可以卸一些眼妝，還有它是對於暗瘡的朋友都是非常之好的，敏感的朋友都用得。